野外拾荒的第53天，今天带你们去冰湖钓鱼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呀！呀，就是雪有一点深，前面除了树和雪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怎么还有松果？先摘一点，这里风太大了，赶紧走吧。牛爷爷，你知道哪里有湖吗？谢谢。好累呀，在这休息会儿，顺便吃点辣的暖暖身子。这是我在抖音年货节搜索免单活动一分钱领到的卫龙辣条。抖音年货节搜索赢免单，左滑进抖音商城搜索免单，百瓶茅台、万香三只松鼠和万斤车厘子一分钱就有机会带走，还有 iPhone、戴森等免单大奖，直接点击视频左下角也可以参与。每天都有万件免单商品，年货领到手拿，一定要搜搜搜哦！鞋子都湿透了。这是哪个小家伙落下的？那今天就做个松果盛宴，松果烤着吃最香了。天快黑了，应该烤好了。我的松果呢？怎么连根毛都没了？算了，我们还是继续走吧。幽暗密林，穿过这里应该就到了。在野外如何建造小窝？这里的雪好深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，只能先搭个简单的小屋，不然晚上就扛不住了。先迅速地清理出来一片空地，天快黑了，终于清理好了。然后搭个三角框架，用棍子把铁丝捆住。小布，过来帮帮我。再把木棍一根一根焊上去。快完工了。小布，你交房租了吗？先吃点东西再干吧。上次捡的皮蛋还剩一个，都冻实了。不过没有我的斧头切不开的东西呀，还是煎一下再吃吧，油也冻住了。要是没有小屋，估计晚上我就煎太奶了。差不多了，蛋黄的营养比较多，给小布吃，我的撒点辣椒。不错，最后再把屋顶盖上松叶，这样风就进不来了。这就是我的妙妙屋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赶走了，有家的感觉真幸福呀。野外拾荒的第55天，还是我的妙妙屋住着舒服，不仅暖和，而且还不冷。这里的雪太深了，今天我准备做个雪橇鞋，先收集一根小树枝，给它摆个造型，用粗绳捆紧，再轻轻地绑在脚上。好了，帅吧，这样鞋子就不会陷到雪里了。是不适合做鞋匠，只能拿出我压箱底的冬粮了。总在野外吃这些东西，身体肯定吃不消，现在免疫力可得扛住，所以平时我会找我的好帮手汤臣倍健双蛋白粉来补充营养，乳清加大豆，动植物双蛋白配比，跟吃饭讲究荤素搭配一个道理，不然一直吃这些没有蛋白质，哪有力气干活，每天来上一勺啊。真带劲，我的烤酱也好了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小布，你在家里等着，我去找点吃的。这有好多排骨的脚印，看来有肉吃了。逛了一圈，真是收获满满。我的小窝呢？不是应该在这儿吗？小布，在森林里迷路了怎么办？昨天被一只小动物追到了这里，现在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每走一段路就刻个记号，这样就不会绕圈圈了。这有个茶壶，哎，可以用来煮茶。这里也来过了，换个方向走就可以了。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加油，不能停歇，好累呀，先煮点茶喝吧。这里太冷了，要多喝点热的才能保持温暖。就带了把斧头出门，只能用最先进的办法了。在雪地生活，要把下面垫起来，不然是生不着的。不知道小布现在怎么样了？这里只有松针，煮点松针茶吧。小布一定也饿坏了，煮好就要赶紧走了。水开了，先把茶壶冰一下，可以出发了。这是上次排骨的脚印，沿着这里走。哎，我的妙妙屋，终于到家了。小布，小布呢？昨天刚到家就发现小布不见了，旁边还有一串脚印往山里走去。不要怕，小布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
只有斧头也不行，还要有个远程装备。凶悍吧，详细的裁决之功。现在就出发，一直沿着这个脚印找，一定能找到。这棵树怎么还掉了个时装？不过不是我穿的，怎么走了这么远？好累啊，脚都没知觉了。先吃点东西，吃点蒸橙子缓解一下咳嗽吧，因为蒸橙才是必杀技。小莫，小西，怎么啦？我好烦呀，我这不是过年回家了吗？我爸妈一直催婚，我都想过个男朋友了。不然你试试探探吧，我姐和我姐夫就是探探上认识的，上面能匹配到同城的单身男生，成熟的帅气的什么类型都有，说不定有你喜欢的。真的，我马上去试试。嗯，还剩一半，留给小布，赶紧走吧。小布，小布。小布，啊，看来只能先发制人了，接受我的制裁吧。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管了，拼了！小布，快走，快走！小布，等等我！啊、好险，幸亏他不敢跟上来，不然他今天肯定生不欲痛。你还是完整的吧？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留了顿大餐哦，放心吧，跟着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摄像头也摔坏了，还好有转转 APP， 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很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而且很方便，就跟点外卖一样，下个单就有人上门，平板、笔记本、耳机、手表全都收，家里有闲置的也可以试试哦。坏了，篮子还在那儿，我的全部家产都在里面，没有篮子我就破产了，今天必须要拿回来。人呢？切，肯定是知道我要回来就吓跑了，应该没少东西吧。哎，这是小布过来给你个惊喜，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别睡觉了，去帮我捡点柴火，先烧点木头，等下做个春联，再切块牛肉，今天包饺子吃，面要糊快点，不然一会儿就冻上了。第一次吃牛肉饺子，要多谢那个森林大叔了。包好了，柴火好像不太够，这里有个席梦思，哎，竟然完好无损的，真是天助我也，这样就暖和多了。木炭也烧好了，挂在这儿吧，真喜庆呀，是时候做饭了，把饺子煮上，今天就奢侈一点，把这块牛肉也吃了，饺子也煮好了，好丰盛呀。这是你的，小布，我也开动了。嗯，比野菜饺子好吃多了，真带劲。嗯。